拍完三十八，一百我就买，看起来两百多，对啊，要1000块钱，那超赞，超贵，老板拍的漂亮啊，对，好无语啊，超赞，哦真的，现在这边人潮也变很多啊，还好啦，但是如果是日本，应该是哪里都是人，因为很可怕，那这里是香港啊，近期内还是不要去日本，真的，太可怕，他那个旅游体验一定会很糟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又想中国大陆人也要去，因为汇率太便宜，或者然后他们自己本地人，因为他们那个通货膨胀又太高了，他们是越来越没有什么钱可以买东西。